Peace for Ukraine or Ukraine.我跟你们讲很久了，说那些出家人就不可靠了，有几个好而已。前几天也有讲，上礼拜有讲，你不在啊？上个星期天你不在啊？我有讲吗？哎，所以这次决定让他们走了，我这次不再谅解了，不再客气了。不再给机会了，不管谁批评我怎么样，我这次决心了，够了，受够苦了。不过还是有几个在方面没办法脱离那么快，因为我有狗，没人帮忙啊。就是他们，我没有人，所以他们习惯那个人、这个人啊，照顾啊什么，没有那么快就离开了。我每天好苦啊，现在还是一样啊，被他们虐待、折磨精神，好苦好苦。一个人就够了，不用说那么多人了。哎呀，没有一些所谓的出家人，我跟他讲话那个几分钟而已，哇，全部通通都好像被吸空空一样，好几天才能回复。那些是前世也伤害过师父的，啊？我以前也被折磨过。是，懂了，你懂。被很小的小蛇折磨的，哦，折磨你的蛇王。嗯，知道了。哦，那些以前呢，当然他从地狱上来没错了啊，不过他是被允许上来的，不然没人能够伤害到师父，了解吗？除了那些靠近的，这些我已经讲过，有一个是以前呢，害我那个把我房子锁起来，我在里面饿死了。现在他还活着，另外一个是把我的车吹到很低的那个下面也给我死的，另外一个以前给我淹死的，快死的，还没人救出来，不过已经死了，还救了出来，还来得及救的，已经淹了，淹死。哎呦，哎呀，太多讲不完了，太讲不完了，不要再讲好了。我都知道每个是谁谁谁的，有一些是用剑的扎我死的，现在还活着，以前当我靠近的侍者的等等，你懂吗？哎，还有，哎呀，不要讲了好了，讲四个已经不够怕了吗？啊，他们都是靠近的呢，靠近的出家人，因为以前我不敢讲嘛，我讲了，然后你们就对出家人没尊重啊，也对你们怕你们造业障啊，了解吗？哎呀，有时候时间还没到，我也不能知道，时间到了我会知道，有一些我早一点知道，有一些后来才知道，不过还是继续用，因为没有别人了，就是这样。这个你结婚了，讲过了吗？结婚了，已经生小孩了，跟一起做生意啊，名字加一起了，要分开很困难。生出来了，我不过我现在不管了啦 ，OK， 不行就不行，没人就没人了。我决定了，就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，操劳我精神太多了，然后折磨到，然后福报就拿光了，懂不懂？就是我没有可以给别人了。了解吗？这样也不行。不过以前我讲出来，我也怕你们批评了。也许批评出家人，不然的话就不相信师父，然后批评我，又更糟糕。了解吗？嗯。最近我觉得时间到了，有证据了，也许你们可以了解我一些了，所以不会批评师父了。如果不了解，也不要批评 ，OK？ 慢慢会了解，不要那么快批评。会造业障啊，然后救不了 ，OK 哈，我不会编故事的，我不会替别人讲坏话，
干什么的，对我没什么利益啊，对你们没什么有用啊，啊 ，OK， 嗯，就是有一些事情你们要知道，哎呀，说。上帝都知道，我打坐看见上帝的眼睛。啊。我打坐的时候看见上帝的眼睛，上帝都看见了。嗯，当然。上帝他都看见了，而且我知道在古代埃及的时候。那个邪恶的恶魔，他那个时候就伤害您的时候就被上帝看见了，然后他受到惩罚，没想到几千年以后他们又被上帝给看见了。是是，又再来，因为他们业障烧足了嘛，然后我也原谅他们啊，然后世界的业障啊，那个都集合起来让他有权利可以上来折磨我，了解吗？师父，我看见世界各个州、各个国家、各个民族，他们的恶魔都来找您，他们和您作对呀、啊？啊，还要跟我作对？啊，他们各个国家的恶魔都来找您，就在法国道场里头。嗯、啊，知道，知道了。所以我逃命好几年了，十几年了，常常有问题，不然的话，我早就把世界救光光了。了解吗？他们是要障碍师父这样啊，要折磨我就没精神了，没体力啊，没福报啊，了解吗？然后我就空带了，然后又重新再开始，所以很辛苦啊。他当然他不要我就去救人啊，不要让我成就世界啊，了解吗？所以派那些恶毒的，我有时候也跟他们当面谈，当面讲的时候，你们真的是去地狱的人，每次看到你就看到跟看到地狱一样。我有当面跟他们有说过了，那些人呢、啊、他们都知道的，我知道，不是说他们不知道，我知道，不过他们就是这样任务啊，了解吗？他们任务就是来麻烦折磨虐待师父啊，他们不做不行啊，他们就是这样，就像火啊，就自己热的嘛，但不热不行啊，啊，然后水就是凉啊，不凉不行啊，他们就跟火一样，师傅跟水一样，啊，今天叫了灭了，明天要再来，这个时间灭了，下个时间要来，他就是这样不停啊，真的不停，害我都无家可归啊，那个九死一生啊。然后常常跟那个什么法律什么有问题，我没有做任何，然后常常跟那些媒体什么都会造成是非，常常也跟同修有问题有摩擦，了解吗？都是造成这种情况啊，我是只能忍耐啊，懂不懂？啊，师父，他们最后想让战争永远留在世界上，当然他们你要防的，他们最后会求上帝让他们留在世界上，他们一定会这样做的，这个我知道。不过他们一次考我那个样子，我不会让他们留在世界，我全部都会抓回去放在他们那个盖具的地方，我跟他们警告过了。求什么也没有用，因为造那么多业障那个样子，我没有伤害到他们，他们从地狱冒上来伤害我几十年了，我也又没有防守呢，懂吗？我就忍耐到极点了，不过伤害师父就是伤害世界啊，这样不行，我已经忍耐够了，这次啊不管他们求谁都没用，我已经讲过了，如果他们太坏了，我已经骂好几次了，太坏的话我不会容纳的，我当然是很善良的人的，不过可以叫护法抓他们走，时间到了他们是要走的，不能在这边一次伤害人啊，阻碍师父的工作，人民他们已经受苦几千万亿年了，就先让人啊有一点呼吸嘛，有一点那个休息啊，不能一天到晚折磨人那个样子，就专门折磨那些好人啊，即使他们坏人他们会改了，你是让他们自在啊，所以有所谓的坏人呢、啊、因为是他们造
那些鬼魔造出来的，都诱惑人家，造成很多那种风波啊、困难啊，那个世界混乱啊，然后还要造成很多什么迷惑的东西啊，酒啊、肉啊，啊，还有那个什么赌博啊、毒品啊等等，都是他们造成的，为了要破坏人类的那个聪明跟智慧的。所以人呢、啊、越来越差，然后越差他们越能控制，就然后慢慢就变成跟他们一样，然后就变成一大鬼大队的鬼在世界上，怎么能够啊？我当然很善良啊，不过到某些程度也要处理，我不会杀他们什么，不会破坏他们什么，不过他们应该去别的地方，我互相残杀什么我不管啊，是他们家的事情，不能在这边伤害好人。师父，我想要得到上帝呀、啊！我想得到上帝啊！干什么？你要像圣经上那样子的，我想要上帝那样子，我也想要呀。上帝只有一个，你上不去，你不能接那个位置。如果有好几个上帝，你可以做神啊，做那个第五界的神已经最好了，就跟佛等级啊就一样了。师父，我能证明您是上帝啊、我能证明您是上帝。我前两天走到这个道场的门口，然后上帝跟我说话的声音就跟师父您说话的声音是一样的啊，只有我能证明您是上帝，因为别人没有听过别人上帝的说话，我听过。我知道。不过我还有别的方法能证明您是上帝。化身师父告诉我说您是上帝，我不尊重师父法相的时候，化身师父就告诉我您是上帝。还有上帝跟我说话的时候，就站在变成您的样子站在天上说话。好 OK。哦，我认为你要变成上帝是不行而已 ，OK， 不行。当然你可以跟他沟通，不过这个也不是最高的上帝 ，OK？ 最高上帝不理我们了、他不能理我们了，他是永久安然自在的。他如果理我们的话，他就变成我们一样啊，受苦受难啊，跟师父最少一样，懂不懂？就被折磨了，然后没办法救了，没办法救别人了。他是要自在。师父，我每次都跟上帝告状，跟上帝告状说你身边的常住是坏人，求上帝惩罚他们。然后上帝每次都回答我知道了。我告了很多次，然后直到最后一次，上帝不耐烦了，就告诉我暂时还不行的意思。但是什么？告诉你什么？就是他没有同意把那些人赶走。现在同意了？现在还没同意。还没同意啊？那是最后一次，后来我就没有求了。我听不懂，最后一次你求，或是最后一次他们同意？大概3个月之前我求的时候还没有同意。同意了？还没有同意。没有同意。那个时候没同意。那我不管了，同不同意，我还是自己处理。我跟你讲过，这个世界是我要用世界的办法处理。如果上到天堂的话，我处理的。上到我忍耐，懂吗？上到整个那个宇宙，我可以处理的，听懂吗？师父，我还看见您是肯定力量之神，就是那个否定力量之神的死对头。您是肯定力量之神，您的样子就是下面喷着金色的光的那个样子。那个否定力量之神就是喷着黑色的光，您是喷着金色的光。当然。他的那个样子就跟我报的这师父法相是一样的。变成这个样子了啊，有一些看到这样，不是你一个人而已。